時間去做運動嘅，係啊！近排翻工好忙，成日坐 office 度對住部電腦，所以搞到腰酸骨痛。所以今日特登嚟做一啲鍛鍊嚟鍛鍊下條腰嘅。成日坐 office 又對住部電腦，梗係搞到腰酸骨痛啦。但係你而家做嘅呢套運動咧，就係針對下肢，唔係針對腰部嘅強化嘅噃。咁點樣先可以鍛鍊到條腰啊？不如咧，我講一講呢方面嘅知識俾你聽，同埋一陣間咧教你一啲腰痛嘅預防性嘅運動。但係咧，要先了解一下我哋脊骨嘅結構係點樣，之後做起運動上嚟咧，就會有更加好嘅效果咯。嗱，你睇下呢個就係我哋人體嘅脊骨嘅結構嚟嘅。我哋可以睇到咧，我哋人體係由33塊脊骨所組成嘅，之間咧會有啲嘅椎間盤啦，同埋有啲嘅神經系統啦、韌帶同埋肌肉咧去支撐我哋整條嘅脊骨嘅。我從側面去看的時候，你會看到是成一定的弧度的。從背面去看的時候，就會成一直線的。那這個結構就是我們最標準的人體脊骨的結構來的。你不說我都不知道人體條腰是這樣的。那平時呢，我經常坐辦公室最容易出現問題的是哪一部分？當你經常坐辦公室的時候，我們就會引致到剛才所提到的，無論是椎間盤、我們的神經系統、韌帶、肌肉都會出現問題的，就會導致我們的柔軟度會降低、活動度降低，還有我們的肌肉力量都會差了。所以我們一會兒做運動的時候，我們就是要去增加我們關自己的活動度，還有提升我們的柔軟度，還有強化我們支撐脊骨的肌肉的力量的。咁椎間盤係咪呢啲啊？係啦，呢啲就係我哋嘅椎間盤咯。頭先咧，我哋已經了解咗我哋人體嘅脊骨嘅結構啦。咁接落嚟咧，我就要教你一啲嘅腰部嘅訓練嘅運動噶啦。咁咧，腰部嘅運動咧就分三個部分嘅。第一部分咧就係腰部嘅關節活動度運動。第二個部分咧就係腰部嘅伸展運動。而接下來就是我們的腰部的肌力的訓練的運動的。好，我們現在就開始我們第一部分的腰部關節活動度的運動。我們先平分在我的床墊上面先，我雙手就放在我們身體的兩側，放在床墊上，然後屈在膝頭哥，動起我們雙腳，腳板貼地。現在我們開始擺動我們的下肢和臀部，我們先擺動去我們的左邊。好，停在這裡數5秒，1、2、3、4、5，回到中間之後擺動去右邊，同樣我們又是數1、2、3、4、5，如此類推，我們左右各擺動5次，這樣就完成我們這個運動了。在這個動作裡面有兩個要點要提提你的。第一就是擺動的時候，我們的速度不可以太快。而第二個就是我們的膊頭和背部在整個過程當中都要緊貼著我們的床墊的。接下來就進入我們第二部分的運動，就是我們的腰部的伸展運動。首先我們就是好像這樣跪坐在我們的腳腕上面先，然後將整個人趴向前面，雙手向前伸，盡量前伸，記住伸展到不可以令到我們的臀部離開我們腳腕的。停在這個姿勢那裡就數10秒，1、2、3、4、5、6、7、8、9、10。好，放鬆，慢慢起身。好，我們重複這個動作總共要5次。在這個動作做的過程當中，我們留意一件事，我們的腰背記住要放鬆，讓到它能夠可以達到更佳的一個伸展的效果的。好了，接下來我們另一個動作就是用我們的上肢和膝頭哥支撐著我們的身體先。
之後咧，我哋咧就背部拱起向上，頭向下彎，停喺個姿勢下邊數五秒，一、二、三、四、五。之後放鬆我哋腹部向下陷，頭向上昂，停喺呢度數五秒，一、二、三、四、五。咁如此咧，重複上下各五次。之後就完成我呢個動作啦。呢個動作咧有幾個地方咧都要注意翻嘅噃。第一咧就係咧，當我哋活動上下嘅時候咧，我哋嘅整個腰咧係要放鬆，而且慢慢去完成嘅。而另外咧，我哋要留意我哋嘅手踭啦，千祈唔好過度嘅伸直去鎖實我哋嘅手踭，因為咁樣咧好容易咧就會影響到我哋手踭，而導致手踭都會有問題嘅啦。做完我哋呢个动作之后咧，咁我哋就开始进入我哋第三个部分，我哋嘅肌肉嘅强化嘅运动项目啦。咁我哋呢个动作咧，第一个动作我哋先平瞓喺我哋张床垫上面先。同样我哋双手咧就放喺身体两侧啦，吓平瞓喺呢个嘅床垫上。我哋同样亦都系屈起我哋嘅膝头哥，动起我哋只脚，脚底咧就垫住我哋嘅床垫嘅。呢個動作咧，我哋集中咧就喺我哋嘅腹部上邊喎。咁我哋一陣間咧就要收腹啦，將個肚凹咗落去，然之後咧夾緊我哋嘅臀部嘅肌肉，然之後感覺到咧我哋嘅下腰咧係有越嚟越貼住我哋床墊嘅感覺嘅。我哋試一次先啊，收腹，收緊我哋嘅臀部肌肉，背部咧有少少貼住床墊，然之後咧維持呢個姿勢咧，我哋數十秒，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重复呢个动作五次之后咧，就会完成我哋呢个动作噶啦。同埋咧，提醒翻你少少要注意嘅地方。第一咧就系我哋嘅膊头咧要放松啦，同埋我哋咧一路做呢个动作嘅时候咧，我哋嘅呼吸咧系要顺畅嘅。接落嚟呢个动作咧，就系喺以第一正先个动作做基础，再加上一啲动作去做噶喎。咁咧，同樣咧，我哋先收腹，夾緊我哋嘅臀部肌肉，然之後咧，我哋咧慢慢咧抬起我哋嘅臀部，我哋就停喺呢個位置，然之後咧就數十秒鐘，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慢慢放翻落嚟，重複呢個動作五次咧，就完成呢個動作噶啦。提醒翻你要注意嘅地方啦，当抬起个我哋嘅臀部之后咧，我哋嘅身体躯干啦，同埋我哋嘅大髀咧要成一直线嘅喎，另外我哋呼吸咧要保持咧顺畅啦。当做完落翻嚟嘅时候咧，我哋又要从我哋嘅背部先落嚟，再慢慢再臀部再落到嚟床垫。好，当你咧掌握咗呢个动作点样做之后咧，如果咧想提升个动作嘅难度嘅话咧，我可以咧加啲嘅工具。好似個自由球咁樣咧，亦都可以提升你呢個動作嘅難度嘅噃。你將只腳咧放上我哋呢個自由球嘅上邊，今次咧就變成用只腳喺個自由球上面支撐你呢個動作啦。手同樣都係放喺床墊嘅上邊，然之後咧同樣好似正先咁，先收腹，然之後咧慢慢嘅將我哋嘅臀部咧抬起。係啦，亦都係要注意嘅地方咧，就係我哋嘅身體同埋我哋嘅大腿成一直線嘅噃。同樣數十秒，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慢慢放翻落嚟。我哋再重複呢、這個動作咧，總共要五次先完成呢個動作噶。注意嘅地方咧，同鄭先咧個動作差唔多嘅，除咗我哋嘅身體啦，要同我哋嘅大腿要成一直線。之外咧，我哋呼吸咧保持順暢啦。當落嚟嘅時候咧，我哋咧要慢慢又係由背部同我哋嘅臀部再落嚟。仲有一個重點就係咧，當我哋一陣間再做一次抬起嘅時候，記住我哋左右千祈冇有擺動嘅情況，盡量咧穩定喺個治療球喺上邊喎。接下来这个动作呢，就用我们双手的手踭和我们的膝头哥来支撑我们身体的腰部的。首先我们先两只手握住拳头，然后呢
趴喺床垫上面，用我哋嘅手踭嚟支撑我哋嘅身体。一阵间咧，我哋同样会用我哋嘅膝头哥啦，同我哋嘅手踭咧嚟撑起我哋嘅腰同臀部咧，嚟提起我哋嘅身体嘅噃。我哋试一次得啵？好，慢慢嘅提起，然之后维持呢个动作，数十秒，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慢慢放翻落嚟。重复呢个动作咧五次，先为之完成我呢个动作嘅。提一提你咧，呢个动作咧要注意嘅地方咧，我哋只眼咧要望实个拳头嘅，而避免我哋嘅头咧过度嘅活动啦。同埋咧，我哋嘅腰背咧系要保持喺水平状况，千祈唔好凹咗去。当你咧掌握咗呢个动作之后咧，我哋咧如果想提升呢个动作嘅难度嘅时候咧，我哋咧可以透过咧小工具咧嚟提升我呢个动作嘅难度嘅。我哋可以放在这里，同样我哋正先用个手踭嚟支撑床垫，今次我哋嘅手踭就放在个滚筒嘅上面，我哋支撑我哋嘅身体嘅。一样我哋双手要握实拳头，手踭就改为支撑我哋滚筒，然之后我哋膝头哥就支撑住我哋嘅身体。一样我哋喺个状况之下咧，抬起我哋嘅腰、臀，数十秒，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慢慢放翻落嚟。重复呢个动作五次咧，先为之完成我呢个动作嘅。喺度咧，同样再提醒一次啦，呢个动作咧，我哋嘅眼咧记住望实个拳头，我哋嘅腰背咧尽量保持水平，唔好凹在下面，同埋咧滚筒唔好俾佢摆动。数完十秒之后咧，就可以慢慢落翻嚟休息。Ada， 你做完一系列嘅动作之后，对你有冇咩帮助呢？做完啲伸展运动之后，觉得条腰松咗，同埋做完嗰个腰间肌肉锻炼运动之后咧，就觉得条腰好似有力咗咁咯。咁做完之后咧，整体上咧条腰都好舒服噶。系啊，其实一系列嘅运动咧，对腰痛嘅预防咧系好有帮助噶。咁睇嚟我日日都要翻屋企练下先得啦。但系呢度都要提醒翻啦，若果真系出现疼痛嘅话咧，必须要咧咨询咗医生嘅意见之后，先好做一系列嘅运动会比较安全啲噶。好啊，唔该晒。